妈，嗯，你要吃点饭。饼虽然好吃，但是也不能天天吃。我吃饭，我不吃这个，我就打不了胃口，我就张不开嘴，张不开嘴，这是啥玩意？加点料，这样才天天不呀，我的妈，加过头了，但是不影响我吃，这个料都没加好，今天是高配版的啊。高配版。嗯，那料嗯，与众不同。天天必备，